嘉义市金山新大楼重新装修装潢，再度招商，吸引家乐福进驻开店，在26号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市长吴秉辉亲自到场剪彩，更特别讲到这栋楼伫咧2017年是由市府都市发展处协助办理自主都市更新，成为嘉义市第一件自主都市更新示范的案例，不只是改善公共安全、市容景观。近期因知名的健身房进驻开店，现在家乐福超市民族店开幕，嘛向真企业相当看好嘉义市的消费力。都更然后拉皮之后，他现在陆陆续续很多企业都在进驻了，尤其今天的亮点，特别要感谢家乐福王总经理带领的团队，能够看到嘉义市这边消费者的需求，然后能够结合在地，像阿里山的蓝莓，还有很多很精彩生鲜的一个食品，还有让我们看到很透明的土一切就是透明吐司，不是吐司是透明，而是它整个制作的过程有经过 AA 认证的，让大家吃得更安心。我想这样的一个用心，还有更注重永续发展，我想这在产业的一个那个企业的 ESG， 他们也都尽到一个社会的责任。我看到我们邻近社区很多居民都非常的开心，我想这样的店带来的给大家更大的一个希望，那更受重要也点燃了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我相信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那我们欢迎所有喜欢我想看到嘉义的商机的时候，欢迎大家能够多来投资，那消费者也更有福气。欢迎大家，你有机会多一个选择就到我们家乐福，我想民族店也让你24小时的服务哦。嘉义市政府为着因应这个区域的商业发展愈来愈好，停车需求真大。附近宜昌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开工，完工了后将提供147个汽车停车位，满足消费者停车的需求。家乐福民族站欢庆开幕，对这个去到30号有加码的活动，当天单笔消费满299块就送一粒高丽菜，达天限量1000粒，送完为止。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彩虹报道。卫生福利部中药师署长黄义超、嘉义市长黄敏惠、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詹永条和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共同为嘉义大学医学院筹备处暨中医药商业创新发展中心揭牌，宣示校方全力争取设置医学院。建构三观学研合作平台，打造大嘉义地区成为智慧科技以及医疗力的医疗主流的决心。大家共同来成立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这个医学院，那也希望把嘉义的优势，然后更重要的是嘉义人打拼，还有台湾人打拼的康荣的精神发挥出来。我预祝今天嘉义大学这个医学院的筹备处，以及中医药创新研发中心能够顺利成功，也造福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样，也因为这样，希望台湾的中医药产业能够更蓬勃发展。站在卫福部中药师的立场，我们有中医药发展之后，怎么样能够把产官学研一起带动？我想在林校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立法委员王美惠委员，还有我想黄市长。所有的各医院以及所有产官学院的嘉义的在地乡亲，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成就一个对台湾很重要的。我们预祝嘉义大学所有的规划能够顺利成功，谢谢。今天的这一小步是我们嘉义大学百年为基础之下，在历任的校长还有历任的团队的一个努力。我们希望我们在服务乡亲之下，不是只有医学，不是只有我们所谓的七大学院而已，我们希望从医学再做另外一个高峰，我们期待的是从全人健康的一个医学观念带给大家。那不止这样，我们在产业界我们也期待，我们希望能够链接我们嘉义县市所有的资源，所有对我们嘉义大学有期待的好朋友都能够继续支持我们。那我再一次的跟各位报告，嘉义大学有今天是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会更加努力，期待在下一次的未来，我们很快
能看到我们嘉义大学的医学院的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嘉义市长吴敏辉强调，嘉义大学具有百年建校的基础，丰沛的教研量能以及地理位置优越，会当和邻近的医院互惠共生，推动社区医疗服务。目前彰投分家地区欠缺医学院，已全力支持嘉义大学争取设立医学院，让医学教育会当平行发展。第一摆国立大学的校长去议会做报告，迄就是咱嘉义大学林汉千林校长，真的很了不起吧？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我们在这里，他真的很诚恳的把他所做的学校有哪些条件，所以这不是为了争取再争取的，这是要做最好的准备，而且看到国家最大的需要，作为一个大学的责任，作为我们看到了，然后凝聚更多专业。刚刚我们司长呢、理事长呢，您所讲的话，我们再在。我都唔知讲，我内底有甲我录音无？吼、哦，吼、哦，我会当去听一下。真的，在这里面就是很重要。大家甚至呢，连西医界都来，所以这一股信任，伫咱家他是需要的。我想伫台湾家，咱看到这样的一个，除了需求，国家的需求，在地的需求，还有在地我们这边凝聚的条件，是令人感动。今日活动除了介绍医学院筹备处以及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心，也邀请到真侪间参与经济部中小企业大健康产业加速器的中医药厂以及生技公司厂商代表与会。未来嘉义大学透过和中药临床协会以及经济部资源的交互作用，落实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培植专人、医学人才以及新创健康产业。新闻电视台王秀璇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112年度全民防卫动员准备业务、全民战略综合协调以及灾害防救三合一汇报第一次定期会议汇报，继续嘉义县梅山乡梅山等站发生规模6.5的地震，造成灾情实施并推演练，由主推官、说明官报告演练情形，各局处首长和合区内灾害防救相关单位提出应应的方式，让各编组单位了解到灾害处理和应变，同时整合到市府、军方、民间单位资源，各有力量，达成避灾、防灾、减灾、消灾的成果。嘉义市长吴敏辉以指挥官的身份亲自参与推演。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说了，即将在5月就要解封，我想疫情指挥中心就要结束，我们真的觉得很感动。这也是一个象征，最大的意义是我们这次3年多的疫情真的辛苦啊，辛苦，我想每一个人民非常辛苦，而且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那这也绝对跟我们极端气候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希望在面临未来的一个挑战，未来一个要永续发展当中，我们如何去做？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在最后这一端，所以如果把前端的一个永续的工作做好，后端的灾害才能够降低。我们也希望，但是至少我们不论在哪一端点的时候，我们都做最好的准备。最后呢，还是感谢中央各单位，还有本府的各局处以及我们各部门，大家携手合作，全心的投入，让所有市民更有安全感。再一次祝福大家。嘉义市政府重视整合防灾、强化演练，成果真好。这届会议由嘉义后备指挥部总长市长吴敏辉111年度全民战略综合协调汇报县市级第二名的奖项。嘉义市东区区公所也在会议进行接受111年度后备军人资料清查作业也正接有单位的表扬。最新新闻，刘定顺、王秀璇，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自率领团队欢迎平湖县长陈光福副议长拿开元所率领的参访团队。吴敏辉强调，平湖和嘉义这两个所在关系相当密切，在嘉义市有小平湖记录。
配合东乡会伫咧嘉义市，更是相当活跃的社团。而且伫咧最近这几冬来，嘉义市和配合关毛真济的交流。这一届伊期待透过分享嘉义市推动智慧数位治理的成功经验，持续深化和配合关来交流，互相学习。我想这是我们县市的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典范，因为过去无论是我们到澎湖或者澎湖来到这里，其实我们有很深的渊源。那我们这一次基本基础是第一拜第一组进行的交流我想在这里民间的交流嘛，带动咱关系进步的交流，非常的感动。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南方治理平台遇到陈光复陈县长的时候，我们也交流了很多，我也跟他学习很多。今天在这里呢，彼此的分享、切磋、交流，是我们在往前进的重要的力量。那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陈县长带领一起澎湖的团队来，我觉得两边的交流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配合馆长陈光复表示，嘉义市将智慧数位治理概念应用伫咧警政、消防、卫生和教育，非常实用，而且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令人印象深刻。伊期待借鉴着嘉义市成功的数位治理经验，将入市政，和配合馆长再升级。非常欢喜哦，阮即届议会就阮副议长领导吼。有将近八成的议员吼，来到阮嘉义市吼，阮县府有十几个局处拢出席来学习吼，这个嘉义市吼，这個、智慧治理这個、城市吼，阮今吼看的干部吼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治安警方，啊是消防，啊是医疗教育等等呢。我拢可能感觉相当多的学习的机会，所以阮唔忙呢，阮会当佫有较侪时间佫来学习，欢迎呢，阮家己市的团队呢，会当来看阮配合，阮配合文化旅游观光加热情欢迎家己市的团队会当来。嘉义市政府和平湖县政府表示，期待透过这届交流，建立双方透过智慧数位科技推动城市发展和数位转型的交流管道，以智慧科技优化民众的生活品质，和民众会当感觉幸福，经济迈当要升，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由嘉义市立幸福幼稚园所主办的幸福杯加油铁马道庆祝活动已经进入第三档，各档的活动内容都不断创新，结合课程元素，生出新的创意。今年学校特别运用囡仔伫咧铁马道的学习历程，由师生做伙来设计25个和加油铁马道有关系的题目，鼓励大人带着囡仔共同来参加。嘉义市长吴明辉嘛亲自到场，为现场的选手来加油打气。十多年前的加油铁马道，那时候我们才刚开始启动，现在整个建制不但是几乎都完成了，而且两边的树木都已经长高了，是一个非常好运动的地方。市民呢从早到晚还是一样会有很多人在这边运动，当然这是咱幸福幼儿园它的幸福社区、幸福学区，所以呢我想幼儿园用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与社区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的规划的课程里面呢真的都融合我们对社区的认识了解，透过定向越野，透过各种方式让孩子来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时就在这边加油铁马道亲子的定向越野活动大家启动了，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孩子更有创意，亲子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我们期望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长一起走出走到社区，让我们走一走动一动，我想这是我们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也让孩子了解我们自己爱的这一块土地，那因为了解而会更爱，我们一起来加油。幸福幼稚园持续深耕在地课程，透过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将学校边仔的社区民众休闲活动的场所，转化成为学校上大的学习区。
老师带着囡仔对学校走入社区，不只是拓展着幼儿的视野，也培养囡仔对着生活环境的熟悉和认同。今日的加油铁马道定向越野活动，不只是有囡仔设计的寻宝地图、山丘的河北堡、中白和静溪，苏醒马做伙来设计着铁马道的问题。囡仔将学习的过程对着铁马道的熟悉，转化成为题目。好，参加的家长和小朋友伫咧该地的过程当中，更加熟悉加油铁马道的自然、人文佮有历史。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前中国小和隔壁冠村前中新城居民，伫咧冠村广场举办爱我金钟亲师生联欢展演，本届红林社区联欢庆祝活动，小朋友表演非洲歌舞团、唱歌跳舞、分拼啊，佮有骑高轮车，赢得社区居民热情掌声。嘉义市长吴明辉嘛到场和大家同欢，场面闹热又佮温馨。我想文艺芳龄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舞台，让家长也借这机会了解到孩子的一个教育，我想他们的为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加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模式。那我们走到社区，我想家长一定很感动。那金钟国小在杨校长的带领之下真的很活泼，而且很多元，不但重视生态，更重视人文，而且也更重视科技，还重视永续。我们金钟国小是一个碳治理的一个前导学校，对，唯一一所，对，唯一一所碳治理前导学校。我们是全国四所五 G 的一个学校当中，我们是其中一所，为孩子们的教育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专业。唯有专业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唯有你真正更用心、更努力的态度，我想这样的关怀以作为榜样，孩子的未来一定会更好。除了有小朋友精彩的表演，会场嘛正是前中国小教学的成果。一连串的活动将入 SDG 十一因素社区发展的选择，嘛将 VR 装备带入社区，彰显科技的力量。我们将教育的一个效用，以及教育带给孩子最大的成长的整个过程，我们呈现出来，也让孩子有自信心，他是能够在社会上有好的表现。那我们也跟真实的生活情境连结，让孩子能够学以致用。那真的要很谢谢永麻市长今天特地来到这边来帮我们的孩子鼓励，谢谢。金钟分给红林活动是嘉义市文化发展的亮点之一。疫情解封，老师带着学生走入社区展现才艺，和大家同欢共乐。参与单位人员包括金钟新城社区管委会、社区发展协会、世界和平会、世界展望会、含红叶保护协会等等。金钟班级社团动态展示将入 SDG 十一永续城市发展的选择，提供丰富多元的文艺享宴。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一栋早期两局选择很优惠，现场设置趣味闯关、舞台表演、有奖竞答活动，吸引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场参加。其中上届注目的《慢慢好》儿童剧团演出，透过绘本当中《慢慢好》的学习过程，来表达发展迟缓儿童伫咧一般的环境当中适应的困境，借此促进民众更加了解强强社会和环境，对着儿童发展和家庭支持的重要性。特当嘉义市政府拢会举办大型的社区选择方案，予更加侪的民众和囡仔熟悉每一个囡仔拢是独天的。接纳和动力漫飞天使，共同支持嘉义市发展迟缓儿童家庭。那我们希望嘉义市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是我们的漫飞天使，都可以获得足够的保护，获得足够的尊重。那嘉义市在我们永麻市长的带领之下，其实他是想要打造一个全龄共享世代宜居的好环境、好居所。那当然呢、啊、我们的漫飞天使也一定是在我们要保护的状况之下，所以很感谢嘉义一直以来都跟我们守护着这一群漫飞天使，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全龄世代共享宜居的好城市。谢谢。
嘉义基督教病院基台透过社会大众的力量，发起对着儿童健康发展和早期疗救的重视，希望唤起所有医疗单位各有民众共同关心囡仔的健康发展，承担医疗角色和责任，共同守护家己的囡仔。我们非常感谢嘉义市政府尤妈市长，还有社会处黄处长，还有嘉平议员戴林议员跟我们江会长一起来到这个活动现场，我们一起为守护我们嘉义市漫飞天使我们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来支持他们的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幸福城市世代宜居共享大好环境我们的一个行动跟见证，也邀请市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参与。社会大众对着发展迟缓或者是障碍儿童的认知、了解和接纳，是迟缓儿童家庭接受早期疗愈上大的影响关键。江宜市儿童发展通报转介中心成立到今已经超过20年，又感到六月之前是黄金疗愈时期。江宜市政府也积极推动江宜市社区早期疗愈和共融工作，结合所有儿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服务，落实儿童权利公约，提升幼生健康的共融环境。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江宜市彩虹报道。真出名棒球员桑拿王子张泰山为球场退役后转往职棒李全良担任打击教练，在球场延续伊的棒球梦，继续为中华职棒贡献。顶个月张泰山出版新册《Home Run》，27号伊特别和嘉义市长黄敏惠做伙到民生国中举办签册会，同时勉励民生国中、水阳国小以及兴嘉国小的球员，勇于面对困难，开启充满正能量的棒球人生。所以你们都不用发问问题，就直接用这样讲。不用问，我们就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完整的叙述一下。那在这里，因为是跟市长有太多的连结，所以也感谢市长，然后认过我的字，然后送给这些小朋友，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我希望说能启发一些球员，然后让他们看一看，然后面对事情的时候，希望都以正能量来去面对，而不是用负面的方式去面对一些挫折。那如果说这本书看完之后能带他们更多的启发，能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本书是成功的。谢谢。当时到场的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这本册唔那是张泰山棒球生涯的记录，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伊乐观个性的背后，其实面对真侪外人唔知影的失败甲挫折，但伊仍然坚持敢拼敢冲的精神，让大家感动不已。虽然永远看到他都是用最幽默、最风趣的态度来面对，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很多的泪水就在这里。就如同他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说棒球是一项从家出发又努力回家的运动。我想这一本书我们把它买下来，因为希望给我们所有的球员们，尤其选手们，尤其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这背后的辛苦跟努力，人生的起伏。我想当我们在运动场域里面，这就是必然的人生，也就是我们随时要面对的挑战。3年多的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省思，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有更深的感受，未来挑战一定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跟孩子们分享，跟我们棒球选手们分享，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有机会买来这一本书，他用一种故事性来陈述来说明，你都可以很简单可以看到，你又有心疼，又有欢笑，又有感动，又有共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一本书值得大家来阅读，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看一看，也了解真正背后笑脸背后你所看不见的森林王子张泰山。说得太好了。前职棒选手张泰山征战球场20多年，是中华职棒安打王、打点王的纪录保持人。退役后转任李全良打击教练，在球场延续伊的棒球梦。新册以《Home Run》作为册名，对伊而言是职棒生涯上好的注解。第一座纪录虽然是荣耀，但真正让伊感觉欢喜的是克服暗调的过程。
伊希望利用这本册正面乐观的精神，鼓励小球员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正向，勇于追求梦想。新闻陈良顺、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嘉义特别道位100年5月8号起公告，禁止两人以上机动车辆，包括机车通行，并在各路口设有禁止机动车辆进入的标志。违反者会使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三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嘉义铁马道从民国101年的5月8号开始呢，就已经公告全线都是禁止2轮以上机动车辆进入的区域。所以请我们在此呼吁民众啊，跟市民朋友及旅客朋友，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啊。进到嘉义铁马道，请尽量以步行或是骑乘自行车等方式来嘉义铁马道休憩啊。那我们这个罚款的部分呢，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只要是违规的民众哦，我们经由举发，都会裁罚的金额是在900到1800元之间哦。那我们从110年1月1号开始裁罚迄今呢，已经有超过330件以上的罚单开出去了哈，所以请各位民众务必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共同来维护嘉义铁马道的休憩的环境与安全。该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进一步指出，市府观光新闻处除了主动查阅监视器画面以外，也无定时前往现场巡查，并将违规的相片甲影像送到警察局稽查，再一次呼吁市民莫甲钱过袂去，做伙维护加油铁马道优质的休困环境。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